个小礼物啊，这是火车的小礼物，那个是巧克力小礼物，这个是火车铅笔哦，那这个车子可以拿起来玩哦。火车出发了，这是火车。爸，那是什么？那个是？这是这个巧克力。那个是巧克力啊。还有战斗陀螺哎。火车小礼物看一眼而已，然后就去吃巧克力了。然后去吃完就拿火车了，为什么一直吃巧克力啊？看不到那个。为什么你一直吃巧克力？你不是吃饱了吗？普普通通。你在吃哪一种巧克力？我们又撸起。你要吃这个？对，我在吃这个。你在吃战斗陀螺的巧克力啊？没有火车的煎饼。我要看这个妖怪手表。可能那里的是啊。